善知识，大家晚上好。请放掌。我们接着学习韩家集。昨天讲到，偶益大师指示我们阅律藏的次第，那这是专对比丘而言。如果没有受具足戒，是不宜阅律藏的。那当然比丘尼也应当去深入律藏。那通过阅五部律以及各自的律论，就能够探索出各部律的这些原委线索。这些律都是佛说的，那为什么这些阿罗汉的弟子们只采集根本律当中的这部分内容？那么对什么样的根性的众生，这些就能够明了，然后懂得会通。各部律之间不会有矛盾，会通了，你运用起来就能够自如。该怎么手持这些戒条？什么时候应该开源？什么时候应该遮止？什么时候算是有犯？什么时候算无犯？犯是轻还是重？这些都能够通达。而且呢，可以得其止趣，运用自在。用得纯熟那么就习惯成自然。持戒持到很熟了，持而无耻，无耻而持，这个持戒才叫做波罗蜜，就到彼岸。到彼岸，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到家了。你这个持戒的功夫到家了。到家意思就是持戒精严，轻重等持，持得皎如冰霜，沉点不染，但是呢又不着持戒之相，这叫做持而不持，不持而持。不是没有持，而是持得很精严，但是心中没有能持的我相，所持的戒相。这个整个戒融成自己的自然的信心，就跟佛一样佛当然他持戒沉点不染，丝毫无犯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在持戒，
佛一定告诉你，我没有持戒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戒这是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每一条戒它有它的缘起，那么既有缘起肯定是因缘所生法嘛，那是个生灭法。所以你着在这个戒相上，那也是个生灭法，必须要啊证得不生不灭，这个持戒才叫做道彼岸。啊，无能持的我相，无所持的戒相，能所两忘，到家了。啊，为什么能所是一不是二啊？啊，能持之心呢？当体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所持的戒当体就是如来的妙法身啊。那真如本性妙法身就是不二啊，啊，所以哪里有能持所持啊？啊，这就是戒本到最后讲的。戒净有智慧，便得第一道。第一道就是佛道、中道、第一义谛，你就持戒到家了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教我们，还是重视基础。先从基础做起，基础做到纯熟，那自然契入第一道。那么下面又说，大义如问辩所明，莫为此小乘法不足久久留心，当舍之别参上乘，是末世痴人邪慢恶见，千人堕恶道深坑，不可信也。这个大义啊，就是这些义理啊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学习戒法。在藕益大师的《毗尼释义集要》这部著作里头，有很多这个问辩，就是自问自答的这些内容。通过这些问答来辨明啊这个对持戒的观念，如果观念不正确，那学戒持戒必定有偏差。那么现在修行人呢，普遍存在着这么一种观念，认为啊，持戒啊属于小乘法，不必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，应当修上乘法。禅宗是上乘法，所谓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要求这向上一着啊。那么净土呢，当然也是上乘法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啊。
念佛成佛啊，这还不是上乘法吗？甚至念佛，如果念到理一心不乱，那不必待往生啊，现在就是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就是法身大士了。所以啊，有一些参禅的人、念佛的人就说了，我开悟了，戒自然就不犯了。啊，我真能念佛，就不负起贪嗔痴，即是大持戒了。啊，这个话，偶遇大师也说过。啊，就是说这个话呀，真能念佛，不负起贪嗔痴，即大持戒。啊，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是大布施。真能念佛，不计是非人我，即是大忍辱。啊，真能念佛，不烧间断夹杂，即是大持戒精进。啊，等等，这六度啊，只要真能念佛，那是六度齐修啊。这个话跟这里讲的有没有矛盾呢？那到底还要不要持戒了？啊，念佛就好啦，念佛即是大持戒嘛。很多人呢，误会了祖师的意思啊。啊，你认为说只要念佛就好了，不用持戒，那我相信偶一大师在常寂光中啊，都喊冤枉啊！你是错解祖师真实意啊。偶一大师讲真能念佛，是什么人是真能念佛啊？这句佛号啊，念到一心不乱了，念佛三昧得到了，这才叫真能念佛啊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后面一句就是解释啊，不负起贪嗔痴，这一句就是解释真能念佛。贪嗔痴都不再起来了，换句话说，一心不乱做到了，至少是一心不乱，福断见此烦恼啊！啊，所以不再起贪嗔痴，那这就是得定了啊！参禅到这个功夫也是得定了。得定了，当然不会再犯戒，这叫定功戒啊！啊，在定中，当然这个定是正定了，不是邪定啊。邪定句那就不可能不犯戒啊。那么定在这个纯善之法上，就不再起贪嗔痴，这就是大持戒。那如果念佛念到离心不乱了，不再起见思尘沙无明烦恼啊，离一心不乱，这是道共戒，这就是大持戒。所以没达到一心不乱之前，你不能离开戒法啊，那就要老老实实持戒念佛，以持戒做助行，以念佛做正行，这才能够帮你达到一心不乱。
舍了戒法而求一心不乱，那是不可能达到的。因为定因戒而得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没有戒，那个定就是邪定，怎么能得念佛三昧？戒必须要老实的学习，老实的持守，所以不能认为这是小乘法就不学。不学，你没这个基础，你念佛也不可能得一心不乱。为什么呢？你在这个五浊恶世，到处都是诱惑，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能不起心动念吗？能不分别执着吗？能不起惑造业吗？不可能啊，凡夫必定会造业。那如果不用戒法去降服恶业，那你这个心不可能清净。所以这个念佛人啊，像印光大师在这个《净土旨要》这篇文章说啊，这个凡修净业者必先严持净戒，持戒念佛本是一门啊，净戒为因，净土为果啊。啊，戒净了心才净啊，心净啊佛土才净啊。所以离戒而别谈念佛，就是漠视痴人邪慢恶见、邪见、增上慢的恶见，千人呢堕落到恶道深坑啊，不能相信这些话啊。啊，所以正法邪法从这里就能够判别清楚。如果有人叫你念佛不用持戒，那藕益大师这句话马上啊作为标准就可以啊这个分判，那就是邪慢恶见，千人堕恶道深坑。啊，净宗十三祖哪一位祖师不重视戒法？啊，自行化他都是强调持戒啊。再看看净宗的大德，哪个敢说不要持戒的？居士里头，近代的夏莲居老居士啊，也是强调啊，持戒念佛看经教，查过去习勿自欺啊。这两句是我们啊敬业学人的修行纲领啊，夏莲老给我们啊指出来的。啊，那到现前老法师教我们戒律很重要，这五个字是他老人家从张家大师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真传的。啊，他老人家自己说跟张家大师三年啊，记得最深刻的
就是这一句话，戒律很重要。张家大师跟他讲了几十遍都不止啊。啊，那老人家讲经一辈子，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呢。啊，我们呢就要把这句话落实，啊，真干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